有。系咪全部睇唔到啲 iPad 电话啊？而家睇唔到嘅，睇到都冇嘢啊。谂住阵间买股票啊嘛喺度，一路讲紧嘅啫系嘛。Yo 今晚同你 Happy Friday，Hello， 边个镜头啊？而家呢个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叻仔啊，系啊，咁啊，请到一个重量级嘉宾，呢个真系劲喎，系咪啊？太大声啦嘛，系佢，我帮你校翻细先。好咁咧，今日咧就请到我哋啊呢个香港女足门神。門神啊，門神兩位啊，阿 Lee， hello， 我呢個有個啪啪啪啪啪聲，係喎，好咁啊，再俾多個掌聲你先，係啦，我哋應該整嗰啲入波嗰啲音樂啊，係啊，耶，係啊，入波嘅音樂唔記得整啊，哎呀，好咁啊，嗱，而家咧就今日咧，阿 Lee 咧就上咗嚟，開始有啲咩喎？緊張咗，緊張咗。頭先嘅表現係唔一樣嘅喎，頭先笑到鼻嚟鼻，頭先若傻仔咁樣啲。係啦，咁啊嗱，而家入到嚟嘅現場朋友咧，咁阿 Lee 咧都應該會見到嘅，咁啊可以即係同阿 Lee 打招呼啦。咁啊 ，Titus 啊 ，Titus， 嗯，以為我哋大老闆，係喎，嚇死我，即刻坐正啲先。咁啊，今日咧即係好開心啦。咁啊，現場觀眾咧，咁啊可以同阿Lee 打招呼啦，咁啊 Lee 咧亦都系望到實嘅，咁啊，所以一間見到嘅可以同佢打招呼。咁另外咧，今日咧我哋即係當然啦，我哋訪問我哋嘅主角阿 Lee， 等我問一下佢嘢先，等我哋 warm up 下先，等佢輕鬆啲先個狀態，冇咁緊張，好崩緊啊，好崩緊突然間 ，OK， 好，咁啊嗱。先即係頭先我哋即係一路嚟嘅途中咧，咁我不斷咧就即係吐佢一啲經歷啊，咁今日咧最主要訪問佢個人嘅過去一啲經歷咁關於咩？關於佢嘅故事哦，其實我哋呢個即係channel 咧都係想多啲人物嘅故事方式嘅，係啦，咁想問下你啦，幾時開始嗱？呢個係即係。足球隊的即一張相啦，咁啊，即係幾時開始咧好呢個足球呢？如果你話好足球，應該好細個啦。我諗嗰陣我係小學啦，我估係啦，小學嘅時候，但係幾多歲我諗就真係唔知啦。即係嗰陣係啦，即小學可能一二三年班咁上下啦。係但你即一般小朋友咧，第一類接觸嘅。運動啦，咁通常可能係啲跑步啊，或者單車啊，咁足球咧，尤其是即係女仔可能就少啲接觸。咁嗰陣時係有冇印象係點樣係都有嘅。其實尤其是我嗰個年代咧，即係更加就冇人知道女子足球啦，因為嗰陣就真係可能好少，同埋冇而家咁多話有 Facebook Live 啊，跟住又有 Instagram 啊，有 YouTube 啊，咁嗰陣其實冇啊嘛。咁嗰陣其實就
死了，唔記得咗問題問咩？幾時即係點解接觸？咁嗰陣接觸其實開頭頭先同你講一樣，我都係開頭其實都係學校嘅運動員，即係跑步嘅啫。係啦，嗰陣學校又冇足球啊咁樣嘅。咁但係因為咧，我爸爸都係踢波嘅。係。咁所以細個嘅屋企活動咧，其實就係落佢球場啦。咁落球場做咩咧？就是、等我爸爸踢完波，係啦。咁我就自然誒、哎、有個波喎，咁啊自己都喺度玩下哦。見到出邊嗰啲哥哥喺度用腳踢嘅，咁我都誒、哎、學下用腳踢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就同埋我爸爸個老友，佢都又帶咗個女嚟球場。咁我就兩個女仔自己喺度踢下個波咁樣。咁啊，至到我媽咪就見到誒、哎、我有興趣喎對呢樣嘢，咁啊就開始幫我揾下邊度有啲足球學校可以俾我學呢樣嘢。咁就真係揾到喎，即係嗰個年代，我諗應該真係唔多足球學校。咁就揾到有間足球學校，咁啊，我同我個朋友都入咗去，咁就嗰陣成間足球校都係得我哋兩個女仔嘅啫。咁、件事就係咁樣開始啊！即係成間學校得你兩個咯。兩個女仔。O K。係啦，其他全部都係男。全部都係男仔。呢、這個位置要讚一讚阿媽先。係係咯。早年好遠見啊！係。即係好早之前係好少話啊，譬如送小朋友，即係通常咧，譬如我做老豆嘅咧，我仲送個女咧跳芭蕾舞先啦，學琴啦，跳芭蕾舞啊。咁但係你媽媽即係對呢件事就覺得啊，好誒好開放，同埋幫你揾埋啊，係咯，好好喎，係咯，即係變咗你嗰陣時就由爸爸開始就接觸，咁唔講唔知喎，因為咧阿 Lee 咧係我。即係其中一個朋友咧，唔係應該係第一個朋友咧，喺維基咧揾到嗰啲背景，即係 search 佢嘅名字會揾到佢。係啊，哇犀利！係啊，係啊，咁咧就一睇啊，哇！原來咧佢爸爸咧就係以前嘅東方足球隊嘅領隊嚟，領隊足球世家，足球世家可以咁講，足球世家，即係你阿媽都踢嘅。我媽我媽唔踢嘅，我家姐即係我媽咪同埋我家姐都係斯文嘅，係即係屋企作詩咁樣，唔係講笑，即係佢哋真係斯文譬如我家姐細個都係即係玩樂器啊，類似係呢啲，即係都少啲運動嘅。我家姐比較活躍啲啦，可唔可以咁講？係啊係啊，我就似曬爸爸，即係好中意玩運動啊咁樣。咁所以細細個就已經接觸足球多嘅時候，加埋有媽媽嘅即係叫助一助攻啦，助攻係咯，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咁啊入咗呢個足球世界啦。咁但係咧。應該即係小學嗰段時間都冇話十分投入啦，係咪？係啊係啊，因為小學嗰陣其實想投入都冇得投入，嗰陣嘅小學同而家嘅小學爭好遠，因為嗰陣嘅小學直頭就冇足球隊，係淨係得體育堂你可以玩下足球咁樣。咁連去到中學都冇足球隊嘅，冇女子足球隊啦，係啦。咁嗰陣仲好記得，即係中學上體育堂男子女子玩嘅唔同添噶嘛，係咯，分開。咁所以嗰陣即係我小學同埋中學咧，唔係中學啦，我係玩呢個排球同埋籃球嘅，係啦，有打呢個學界籃球添嘅，又有校隊喎，係啦，咁犀利，即係嗰啲係咯。咁就係去到即係大專年代啦，大專嘅歲數啦，咁先至開始接觸足球。係。咁就係都唔係好即係好依稀啊個印象，其實都記得就係好似有啲朋友喺屯門區咁樣，我自己住屯門，咁就去揾我話你有冇興趣踢波啊咁樣？不如你過嚟一齊玩一下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我記得我接觸翻女子足球，好似係喺嶺南大學嗰個足球場嘅，係啦。咁跟住再延伸落去就係佢話原來我哋有參加女子足球聯賽，咁就入咗一隊聯賽隊啦。咁跟住就即係之後就轉隊啦，再入咗港隊啦，跟住慢慢就一路到而家。但係講緊即係呢幾句説話好似好簡單咁啊，但係中間就經歷咗十幾年啦，咁樣就前前後後而家即係數埋踢波都超過十多年咯，係嘛？如果係啊係啊，係即係唔計小學啦嚇，即係認真踢認真即係嶺南係認真踢嘅，係堅踢嘅堅踢堅踢嗰陣都係啊，都有十年有多噶啦，應該都十幾年咁樣，即係而家都係廿八歲嗰啲係嘛？而家係啱啱二十，即係十五歲嗰陣時開始踢喎，出世就開始踢係。
踢球帶給你最即係呢段時間應該都好多經歷啦，咁啊特別即係嗱呢幅相咧要講講啦。首先咧即係聽佢一先係啦，一定要講講我呢件即係個樣咧，其實咧嗰下咧啊，好似即係我睇你 Facebook 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受傷。係咁呢場波咧都即係因為其實咧我聽佢講咧，即係女子足球隊咧面對緊一個即係挑戰嘅，係特別係龍門守門員位置係啦，係。咁不如你又講多啲，即係而家香港女子足球隊咧，即係譬如面對緊一啲咩挑戰，特別係龍門啦、啊。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踢波咁啊，個個都可能好想做美斯啊、斯朗拿度啊、碧咸啊咁樣嗰啲位置啦、入波嘅位置。咁你話龍門嗰個位置咧，其實就即係好似越嚟越少人啊想去做呢個位置咁樣。咁但係係咯，就變咗啊！嗰日其實就自己受傷都可能繼續要落場。咁當然就第一樣嘢就唔希望拋低自己隊友啦。第二即係未去到話真係隻手要斷啊，咁都想腳踢啦。咁當然係啦。咁但係當然啦，都面臨我哋上年嘅第二位嘅龍門啦，咁佢就出咗國讀書咁樣，係啦，咁即係咁我都即係佢有更好嘅發展，其實都係件好事。咁但係相對就話喺開始揾龍門就好似越嚟越難咯，即係越嚟越少咁樣，係啊。咁但係其實都好嘅，但係其實越嚟越多人接觸或者知道有女子足球咯，但係只不過大家都梗係參與一啲長區嘅位置啦，咁所以即係喺女子足球隊，首先就已經唔係話十分多人參與呢件事啦。咁而龍門亦都係少之又少。再又未去到咁誇張嘅，即係只不過相對地少啲。相對少不過而家即係你話接觸女子足球嘅人，就比起我以前即係一開始我踢波嗰陣就多咗好多好多啦，好多。好咁啊！而家咧現場咧有啲朋友仔咧入咗嚟嘅，咁我哋同佢打下招呼先啦。有啊 Titus。Edgar 海啦，海我哋嘅好 charm 啊，话你系我唔知点样睇嗰个 comment， 好似突然间唔识用呢、這个，你揿入去，我帮你揿啊，好啊，咁啊，其实咧一路即系，我想问个问题。佢睇紧 con， 睇紧其他嘅嘢，跟住我呢度又听唔到你把声。我想問個問題，是即係頭先都講緊話啊，點解啊好多人都會可能中意踢前啊、入波嗰啲位啊，但係點解你會揀龍門嘅？哦，其實都係好似嗰啲男仔成日都會講啊，你踢呢個街場咧，就會話喂邊個守個龍門啊，或者猜輸咗嗰個，係啦，成日都係你猜輸嘅啫，都幾類似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嗰時就其實就好少都好少同人講啊，我其實一開始踢波咧。我並不是踢呢個守門員位置喎，一開始踢波其實我試過踢中場啦，亦都試過踢前鋒啦咁樣。咁但係去到最終，點解決定即係立定心腸？咁當然啦，最開頭都有人問我，喂，有冇人打過籃球啊？即係選咗籃球隊，因為隻手識得接波，有啲人真係隻手唔識接波噶嘛。哦，係啦，即係嗰種接波同你就咁平時係唔同噶嘛，即係協調或者點樣嗰啲啊。又或者咁你打個籃球識跳啦，至少係啦。咁嗰陣基本上都係大致因為咁樣開始。咁你又去到真係立定心腸，就係知道啊，好似如果我唔去做，成team都冇人會做。係啊，成team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想咁樣。咁同埋我自己即係都有興趣， okay. 都幾嗰、那個滿足感或者成功感係幾好。即係當你啊個波去到經過咗前面可能十個隊友，去到最後，如果我能夠救得出嗰個波，即係導致我哋唔使失嗰球波，其實嗰個成功感係幾好嘅。係啊，即係自己幾中意呢樣嘢。咁所以呢個有少少因緣際遇啊，因為有打開籃球。是又有那個即手感啦，隻手識接波啦，加上啲隊友又冇人舉手啦，係啊，又成日猜輸啦，呢個位有啲好笑呢個位，咁啊即造就咗，造就咗而家個女神啦，係啦，女門神啊，咁啊而家喺香港即係叫打聯賽啦，咁啊頭先聽佢講有即女子有甲組有乙組啦，咁而家係效力緊呢個甲組嘅傑志，係啦，咁啊犀利啊 ！Total 係咪由頭到尾都係傑志，定係中途？其實都唔係，因為其實都頭先都講都十幾年咁樣，中間其實我記得我踢第一隊波係叫做運動家。運動家定係係體育家？體育家係啦，邊一個名係個鋪頭啊？
運動家咯，運動家係個鋪頭，咁我就係踢體育家啦。OK， 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原來係咁樣記住個名，因為就係咁樣，所以有啲亂。跟住再輾轉之間就踢咗西貢，係跟住就再踢加山，跟住就再踢，其實就即係只不過跟住之後就開始係轉咗名，因為開始有贊助。嗯，咁就卜公啦，跟住就會所一號啦。咁個會所一號就即係吸温啦，而家嘅即係嗰分宴場地，因為嗰時佢贊助，咁就用咗呢個名咁。佢嗰年都贊助我哋，即係開始有啲設施可以俾我哋，譬如做下 gym 啊、練波啊等等嘅嘢。係係。跟住再發展落去就應該係隊波叫做龍門，係啦。跟住再之後就傑志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三年就係傑志嗰度啦。係係係。傑志屬於一個大球會啦，個設施上面都即係相當唔錯啦，非常好嘅，係啦。咁女子足球隊即係發展，我諗都即係唔係話十分長時間，係啊。咁但係喺你呢段時間，即係特別喺傑志嗰度，咁你有咩特別即係比較深刻啲嘅個人嘢啊？深刻啲其實都幾多，因為頭先即係學你咁講。我都體驗到一個大球會的規模啊！即當然你話未去到曼聯嗰啲咁誇張啦，但如果你即係喺香港嚟講，同埋有自己一個訓練中心嚟講，其實嗰個規模係見到嘅，同埋即知道何為專業啦。即係翻到去成日有時都會見到就算教男子隊嘅教練都仲喺度開緊會，仲喺度傾緊，同埋佢哋教波個態度咧，好積極嘅，非常好，同埋你好簡單同佢哋可能傾五分鐘偈，你已經好似學到一啲嘢，拎到啲嘢走咁樣。咁同埋即球會最好就係固定個場地啦，即係我哋其實翻到去你可能早咗嘅，咁你可以去 gym 做下 gym 熱下身，即係自己練下啲肌力先，跟住到夠鐘，跟住先至出球場練波，跟住又有自己更衣室啦咁樣嘅。因為有時可能過往用其他出邊嘅場地，當然都有更衣室，但有時即我哋都要快快手衝啊，即係驚阻住姐姐收工咁樣。係啊係啊，咁樣咁所以快啲啦，仲冇阻住收工啦。系啦，咁系咯，即系呢几样嘢我都觉得好紧要。咁同埋翻到球会，其实有个好大嘅归属感嘅，真系，因为哇，你翻到去每一个角落，你都见到傑志个名啦，自己地方咁。系啦，系啊，好自己地方。系。同埋每一个上下嘅职员啊，包括office 嘅职员啊 ，marketing 嘅职员啊，每个见到即系我哋其实女子队嚟嘅啫，有时候我哋自己都唔敢即系好咩咁，但系佢哋都好 welcome 我哋啊，连啲清洁嘅姐姐都又翻嚟啦，又打波啦，咁其实即系你翻到去嗰下你就觉得啊呢度其实俾咗咁好嘅嘢我哋应该其实练波嘅时候都要更加落力，有归属感啊，系啦系啦，即系呢個係特別大球會俾到你一個即係完全之前可能未另外一層次啦，我咁講咁啊嗱頭先而家現場觀眾咧，其實有啲朋友仔咧，我哋可以打招呼下你同佢哋。佢有個問題好搞笑噶，佢話想知咧 ，Logan 咧有冇試過喺龍門做龍門嗰陣時，你入人哋波？做龍門嗰時入人哋波，即係掉過去對面。都真係試過一次，真係一千零一次。不過那次就踢五人足球嘅，咁五人足球個場就小啲啦。咁同埋五人足球，你通常龍門開波真係用手掉嘅。咁但係咧，當然都有規矩，其實同十一人有啲唔同嘅。十一人真係如果你夠大力，即係男足都間唔中有啲咁嘅 YouTube 片噶嘛，真係一腳跟彈一下地入咗咁樣。咁但係嗰次嘅五人足球就係你點到龍門開波一定要經過人其他場區嘅人掂過個波先入咗先計嘅。咁嗰一次就係、是。Nike Five 的一個比賽，即係香港 Nike 搞的五人足球賽。咁嗰陣仲好似係分組賽嚟嘅啫，未去到話決賽咁勁啦。咁計係一掉，跟住之後對面個龍門，因為冇乜點樣準備，我都唔係好記得邊一位啊，即係唔敢冒犯。咁爆佢啫，係咁曬汗係啦，即係緊張啊，驚冒犯。咁熱嘅定係咁我一掉過去，跟住可能即佢拍到個波嘅，係得手啊，但係入咗，係啊，咁所以係真係都有試過嘅咁樣。好咁啊嗱，亦都有啲現場觀眾喺度啦，咁啊打招呼啦，咁啊有
好，我一路一路點名啦。阿海啊 ，Orange Celia， 呢個我家姐，係家姐，家姐你好，家姐你好，女神啊，家姐叫你。阿 Wes 啊，係阿海啦，阿靜靜啦 ，Samuel 啊，係啦，咁啊，有好多阿 Winnie 啦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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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海又問啲奇怪問題咯，我哋可以 skip 咗阿海先，咁多嘢問阿海，下次叫佢上嚟打鼓啊。OK， 我翻翻嚟呢度先，咁啊嗱，頭先講到大球會嘅規模，有即係有一個好嘅系統，有好嘅訓練中心，有好嘅歸屬感，同埋咧有一班好嘅 fans。嗱，今日咧即係我想講插少少先，就係你一出 post 喺 Facebook 咧，咁咧傑志 Facebook 嘅女子嘅 fans 級啦，咁即刻吹痕雞，咁啊！如果嗱，而家傑志 Facebook fans 級嘅朋友咧，可以報到，冇嘢送，冇嘢送，送個飛吻俾你，送你聽日可以嚟睇波，聽日比賽，佢哋每次其實都真係嘅，因為都。當然啦，你話女子嗰個球迷嗰個人數有冇男子球迷咁多？當然唔會咁多，但其實佢哋就真係每次都嚟，每次都打氣嗰下，其實咧，即係俾到我哋嗰個感覺，係啦，即係我哋唔可以 hea 咯，係係啦，即係呢啲其實都好緊要。雖然你話佢哋其實都唔算特別好多人，但佢哋幾個都可以做到，哇！好似好多人喺度嗰個感覺，佢哋會真係。打氣歌啊，會嗌嗰啲即係傑志嗰啲咧，係啦，會唔會拉曬 banner 咁樣？都有試過，都有試過，即係帶翻一啲傑志拉你嘅 banner 咧。我嘅 banner 就未。嗱，各位 fans 聽到啊，如果下次即係Logan 比賽咧，拉 banner， 拉個 banner， 拉你 Logan， 靠你啦咁啊！好咁啊，嗱，頭先講啦，即係 fans。令到你哋即係唔敢怠慢。係係。頭先我聽到咧，我都有少少即係毛管動，因為嗰種現場氣氛一定會即係令到你好熱血啦，係咪？咁啊，但係咧近排咧有單新聞咧過癮喎，即係啱啱開始復翻賽。係。咁啊，即係出現咗一件咧，即係好少見，佢係咪可以叫罕見啊？即係唔係話十分常見啦？都係都係。咁啊知唔知咩事咧？就係個。龍門架係個高凳係啦，個 CM 咧係有個即係差距，咁啊同正常有差唔多有幾多 CM 啊？好似佢度咗出嚟爭十 CM， 十 CM。咁佢其實咧就唔係話同平時嘅龍門爭十 CM， 而係兩邊個龍門爭十 CM。係係啦，即係其實最緊要兩邊個龍門係要一樣啊嘛，個龍門框係啦咁。咁最終佢度到出嚟，即係我睇翻報道話爭十 cm 嗰兩邊個龍門框高度。即係嗱，其實停咗聯賽幾耐到啊？應該三。我諗啊，由第四波疫情其實本身聯賽十一月就已經開始咗，踢咗一場嘅。咁踢咗一場之後就停咗四個月。係。係啦，就到啱啱上個禮拜先開翻咁樣。係啊，咁但係點知就即係咁好彩都開唔到啦咁樣。因為通常做龍門咧，一定會即係去檢查下啦，係嘛？檢查網啊，檢查高低啊。係啊，都會度下，即係埋下位，大概知道。假設即係其實點解要度咧？就係有時有啲高波埋到嚟，咁可能我知道自己隻手去到邊度，即係預判到個位咁樣咯。咁你嗰下一舉手都對路，唔對路啊！真係點解咁遠？因為我矮咗，唔通我人係嘛？咁但係最重要唔係話我自己度到話同我爭同我爭咁遠，而係因為咧我哋熱身本身我當喺右邊咁樣啦。咁跟住猜完場之後咧，咁我哋開波嘅時候就要去個場嘅左邊。嗯，咁我咪即叫做咁好彩，兩邊嘅龍門框都去過。係，咁所以先至度到。係啦，係啦，所以先至度到咁樣咯。咁嗰個 moment 係叫即係其實都全場 O 咗嘴喎，可唔可以咁講？都可以咁講。我因為應該冇咩人試過咁樣，其實又未去到 O 嘴，大家都真係嚇。等咗幾個月，好奇怪嘅事，都有少少失望嘅。我諗即係因為當日我哋係嗰個場嘅第一場波啦，其實尾場仲有一場嘅，咁即係其實中間牽涉咗四隊球隊。咁、okay、其實四隊球隊，我諗都唔多唔少有啲失望嘅，即係大家都山長水遠嚟到咁樣，係啦。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近排嘅經典，即係女足事件。我見到你即刻上報喎呢單嘢，我即刻 pan 到佢度喎呢個 pan 咧，望住呢邊中間嗰、那個，即刻係啊係。咁係咯係咯，唔係因為因為當嗰而家女子足球都多人睇咗啦，咁可能即係兩隊嘅fans 啊，或者支持者啊，或者即家長或者 friend 啊，咁可能都即係都有講翻邊個發現到嗰個龍門咁樣啊，或者點樣點樣，咁所以就個名字會出咗嚟咯。係冇錯。我哋咧即係我啲同事咧，咁啊知道我訪問你啦，咁啊即係大部分同事咧都提起呢件事。係。係啦，佢又問你啊點解發現到咁啊？而家即係解答曬啦咁樣。第二樣嘢咧就係想問呢張相啊。係。頭先講受傷啦，咁另外一個亮點咧就係呢張相。呢張相嗱，係呢張相係我。我有份發現咗，發現咗啲咩？發現咩咧？就係個髮型啦！呢張相咧，即係一定要提，即係十特別特別。我因為我初頭咧就上網，因為一抄佢個名咧有好多相，係咁有啲咧即係飛身咁，但係咧冇一張咧，即係好似呢張咁入神。特別係個髮型影得好好喎，你張相呢張係非常好，俾個 credit 啊你阿力咁啊，多謝阿力好提供呢張相啦，咁啊即係透過阿 Logan 咁俾我哋即係做咗呢張 poster。今日咧掂啊 ，live 嘅朋友咧，我哋有少少抽獎，抽咩啊？係啦，啊簽名波衫就冇啦，咁咧。簽名足球都冇啦，簽名相就有啦。我可以講咧，呢幅咧係正宗 J 圖。等下先，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啊，因為呢張真係我覺得首先講個髮型先啊。呢個咧應該係啱啱救完波，瞓喺地下，係啦，但係個頭係冇亂到完全。系啊，个发型咧即系相当整齐。你系咪周边有把梳咁样？周边系啊，即刻梳啦，超痕咗。咁呢个即系我哋都觉得啊呢张相好吸引啦，咁所以我哋攞嚟做 poster。咁啊，今日咧入到嚟嘅朋友咧，一阵间我哋会玩少少 game 啦，抽奖啦，咁啊有签名相。有簽名相係啦，咁啊係咪簽名呢張 poster 咧？咁我哋頭先討論過咧，都係冇啦，因為有我哋兩個個個乜頭乜頭喺度啊，係咯，係我驚嗰啲即係 fans 咧，除非個嗰個 fans 想要嘅。想要埋我哋嘅乜頭？OK 啦 ，OK 啦，送埋俾細路，送埋俾你。係啦，咁啊，哇！阿家姐好咩喎？捧場係咪啊？家姐簽名相啊！咁啊，平時成日冇得見噶嘛，講到係啦，咁啊，嗱，我哋唔好叫佢家姐先，我哋叫佢一個 fans 先。有 Patrick 啊 ，Patrick，Hello Patrick。Hello， 入到嚟嘅朋友咧，可以同阿 Lay 咧打招呼，因为阿 Lay 咧亦都系现场咧睇紧你哋嘅留言嘅。家俊入咗嚟啊，系啦，咁啊 ，Hello 各位 ，Hello， 咁啊，你哋睇紧咧系今晚 Happy Friday， 今晚访问嘅系女子足球队啊，我哋梁慧雅系啦，咁啊一路继续，我哋头先讲完咧，佢点样认识足球，点样进入呢个足球圈啦，咁啊，然后。開始咧就輾轉去唔同球隊發展，最後咧即係而家喺效力咧傑志足球隊。係啊，經過即係好多一個規模有系統嘅訓練啊，特別咧即係加埋 fans 嘅熱情。嗯，係啦，咁啊造就成咧今日咧呢個即係我哋叫女門神，女門神啊，係啦，咁啊相當即係一個唔容易嘅經歷啦。咁啊嗱。趣事嗱，頭先講咧，都係一啲叫即係比較深刻啲嘅事啦。咁啊嗱，即係其實女子足球隊咧去練波咧，咁啊一定有啲即係叫開心事又好啦，或者搞笑事又好。因為我成日留意 IG， 我都係佢 fans。會唔會攬住喊咁嘅？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即係可能好感動嘅一刻啊，都有嘅，哦，都有嘅，呢啲都係一啲幾難忘嘅時間。但你話即係去到攬住喊啊，就好似少啲嘅，好似少啲嘅。但你話都有好大嘅印象。有一次就係、是、哇，見到 Edgar 嘅留言，差唔多爭啲忍唔住笑咗先，係啦，即係想要加個純人。我哋本身漏佢咧，俾啲有汗味嘅衫啊。点知冇？可能真系有 fans 啦。
我哋繼續繼續。係啦，咁啊誒，即係你話有啲感動嘅 moment 都有嘅，即係譬如好似誒，即係幾年前啦，又係喺香港嘅聯賽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啦。然後2017年喺北韓比賽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啦。都是剛才即你講的所謂攬住喊的情況，就是有一場球就是足總杯的四強，咁係啲淘汰賽啦，屬於即如果輸了咁你就冇得即係踢亞軍戰啊，就會變咗。咁即如果贏了就入決賽咁樣。咁嗰場嘅四強賽咧，咁就去到我哋1-1，跟住去到臨尾差不多89分鐘咧，球證吹罰了一個12碼。俾對面隊，俾對面隊，係啦，咁嗰個係一個非常關鍵嘅時候啦。咁當然嗰場都我自己守龍門，咁就咁好彩撲出咗個12碼，咁就點咧？就要加時射12碼啦。咁加時射12碼，三球我就撲出咗2球，有即係有一球就人哋即係射咗出界咁樣。咁我哋自己就3球全入嘅。咁就即係計翻90分鐘內就應該係1-1和咗啦，跟住撲出咗12碼啦，跟住之後到加時射12碼嘅時候就3-0贏咗。咁其實呢一啲時候就係龍門最開心嘅 moment， 好型啊！嗰下係啊，其實我自己心入邊即係有冇啊好型，而係即係嗰種型係因為真係。龙门而赢到一场波咯，系咯，因为龙门你唔会嚟赢到一场波，你唔会走上去单刀入波咁样噶嘛，即系你唔会有呢啲情况。但系呢啲系唯一一个 moment， 真系睇龙龙门可以赢到波嘅 moment。系，所以即系呢个你一啱一问我就非常非常之深刻。系啦，咁嗱头先仲有个即系真系嗰刻扑咗个扑出咗之后。全部隊友一起他們在衝埋嚟，仲要一中場就射12碼，我哋就喺中場嗰度就大家喺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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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係啊係，我哋都係咁樣，係啊，跟住哇嗰一下就係我就唯一一個應該係大家攬住我，得我有喊啫應該，因為嗰個精神狀態好高啊，去到，即係你嗰下哇好似。爭翻口氣或者鬆一口氣咁樣嘅感覺，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仲有就係第二個呢個嘅 moment 啦，就係頭先都講啊，就係以前代表香港隊去北韓嘅時候啦。咁我哋喺北韓嗰一場波，係一個亞洲杯外圍賽咁樣，咁就對戰南韓，係啦。咁其實即係你見到同組嘅就要爭分噶啦嘛。咁咧咁啱嗰一場就係北韓希望。南韓入波少過6球，咁佢哋就會喺個小組裏面高一分啦。北韓，咁我哋喺北韓比賽緊啦，所以就全即係好多北韓嘅居民或者北韓嘅人就入嚟捧場，幫我哋打氣，因為想我哋比南韓入少啲波，係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同埋咧，原來北韓我哋比賽嘅嗰球場屬於係原來係全世界容納最多觀眾人數係最多人的。係啊，我都係踢完翻到嚟香港先至知道。係，咁其實竟然喺北韓嗰度有個咁嘅，係北韓世界冠軍嚟噶嘛？你唔知咩？係啦，咁嗰一場咧，咁雖然你話比數上面咧，其實我哋就都係最終係輸咗6-0咁樣嘅。咁但係件事其實點解話都係一個非常之感動嘅 moment 咧？就係因為咁啱撞正每年咪有一個北韓嘅馬拉松嘅。咁嗰一次咧就係有大概應該好似200個香港人去了跑步，是跑完入嚟撐場，係冇錯冇錯，係啦，所以有撐場，係啦，你喺北韓聽到有人嗌香港加油，同埋啲北韓人都幫我哋打氣，係嗰個我諗真係你要去到曼聯嘅級數先至會感覺到咁多人為你歡呼啊，其實真係咁，所以就即係嗰一刻哇，好感動啦！呢個第一個 point， 第二個 point 就係咧嗰場波其實救咗好多個必入球。是啊，救了很多个必入球。自己都成日会有时睇翻嗰段片。是啦，因为我想嗰一场波可能是我人生里面最经典的一场波。因为其实南韩是职业足球来的他们。同埋他们直头有一个是踢緊英超女子的车路士队。是啊，都好出名。级数高。级数非常高。
嗰陣我哋對嗰陣入邊佢個陣容有兩個定三個，而家都係踢緊英超女子隊。嗯，係一個踢緊熱刺，一個踢緊車路士。超勁嗰對。係啊，所以其實有機會對到佢哋係一件好事啦。跟住又救咗好多球波啦，跟住每救一球波，啲北韓人全部係為咗我哋而歡呼，即係即係幫我哋打氣咁樣。咁再聽到有遠方嘅聲音，竟然即係。有廣東話喎，係啊，聽到有廣東話，係啊，嗰件事其實哇，我即刻其實我喺度望喺邊度咧？佢哋問啲，原來佢哋問埋香港嘅球迷借咗支 banner 拎埋入嚟咯，係所以你見到有咩好似係香港勁抽咁樣，係香港加油，係啊，哇！我望到嗰下其實。即又要再話俾自己啲，又要再努力啲啦。咁又救多兩球，跟住啱啱望緊嗰陣時有陣時，誒爭啲救佢。係啊，咁所以即係喺呢啲咁嘅即係女子足球隊嘅經歷嘅比賽經歷咧，就係、是、絕對回味，非常回味啦。係啦，咁啊同球隊同。即係球員啊，相處咧，即係有感動時刻啦，飲啖水先咯。講到口唇都白曬，講到氣促啦，所以特登準備支水嚟啦。咁一間乾咗啊，咁嗱其實就即係頭先講啦，同自己喺比賽經歷咧有好多深刻嘅時間啦。咁同球員咧啊，咁球員啦。有好多即係好難忘嘅回憶啦，一起出去比賽，一起出去集訓係嘛，啲感情或者默契上面都好深啊！我成日留意佢 IG 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我係佢 fans 啦，咁咧佢都好好成日取笑呢度，係咪取笑啫？玩得好癲嘅，係玩得好癲嘅，大家都佢哋都成日取笑我嘅，係你冇佢哋 IG 啫。即係其實球場裡面就已經是戰友啦，球場外面咧亦都係即係朋友，都係朋友，好朋友係。咁有冇啲即係其實譬如一齊經歷嘅事啦，咁啊譬如一齊出去比賽又有，一齊出去集訓又有。咁但係譬如如果喺自己嘅生活上咧，有咩會？重疊咧，會唔會一齊喂出去打邊爐咁樣？哦，會啊，絕對會啊，絕對會啊。譬如即係都有好幾個真係特別 friend， 其實我哋私底下都會成日出嚟食飯啊，都要打下牌啊，佢哋啦，係啊，因為我唔係好識打牌，咁啊啱啱所以揾你，係啊，所以揾我，我都懷疑係咁樣，所以結果又真係咁樣，最慘係係啦係啦，有個熱情男 fans， 我哋要 block 佢，因為佢留佢想要好多簽名，二十個留言，佢想要簽名 OK 嘅，因為我哋有簽名相啊嘛，已經可以抽獎啊，係啦，咁啊即係同啲係都會係生活上都會重。都會噶，都會，因為其實即係私底下都會 friend， 又或者好似之前疫情咁樣啦，未即係球場閂咗，咁都會一起出嚟做下運動啊，跑下步啊，做下 gym 啊，食下飯啊，各樣都會，即係同埋我有幾個特別 friend 嘅，咁佢哋又有一個去咗蘇格蘭踢波啦，而家咁譬如我哋都會送機啊。即都會特登整張相俾佢喺嗰邊，即都可以諗掛住下我咁樣咯。真係掛住佢，整張相佢掛喺度，好唔知醜咁樣。係啊，Alice 要簽名 ，Alice 要簽名，媽咪嚟嘅，幾時攞都得喎。你唔講唔知我哋，我哋有200個 fans 喺度。OK， 咁啊嗱講起生活上面咧，又要講起你另外一部分啦。咁啊，其實香港即係唔好話女子啦，男子即係做職業嘅運動員咧，其實都唔容易，係咪？咁啊，女子亦都係而家香港咧就冇一個叫全職嘅女子嘅運動員嘅足球運動員。係啊，如果屬於香港都暫時未有。係啦，咁啊，所以咧本身即係個個球員基本上佢都要揾食㗎，係咪？係係係，喺香港係。你啦。你係即係嗱，因為其實呢個咧，各位而家 close up 我先啦。呢個係個保險平台，你已經全部入曬嚟咧，全部都係聽我哋即係我哋三個人其中一個部分咧，都係做保險嘅。咁啊，所以咧呢一部分咧就會講一講咧點解哇會喺咩時候啦？其實踢咗十多年波啦，咁啊中途咧都有考慮過啊，可能有啲
做運動員的可能會做教練，有些呢就可能會做體育的相關的事啦。好啦，你啦。其實我自己即我都是八年前入行，其實就正正因為八年前的第一次受傷，即我足球 的生涯裏面第一次就受傷咁樣。是啦，咁受傷之後呢，系啦，咁啊受伤之后我就即接触到即保险呢样嘢啦，系啦，即第一次就 claim 保险啦，嗯，系啦，咁所以之后咧就即知道喺保险呢一行业系点样啦，个时间弹性方面系点样啦，即可以容许到我可以繼續出到去集訓比賽，因為其實以前喺香港隊嘅時候，其實要周圍飛。要間唔中就出去集訓啦，因為其實集訓係可以增加到個 team 嘅 bonding 咁樣嘅。咁我從事保險呢個行業，我所有嘅工作我可以自己安排。譬如假設我下個禮拜我知道我下個月有一個禮拜我要飛去集訓啦。咁可能我今個月我就努力啲完成咗自己嘅工作。係啦，咁我下個禮拜我飛嘅時候，我都依然可以 100% 全程投入喺足球嘅訓練嗰度。係啦，咁我做嘢工作嘅時候，我都係 100% 去投入。是在這裡，是的，這樣，所以那個時間彈性和可以自己安排所有東西，是的，這樣。那八年前因為一次受傷呢，就體驗到這個保險產品的，就是怎樣可以幫到你啦，是的，那當時服務你的保險人員，亦都正正，哦，不是的，不是我現在，入職即係唔係我而家嘅同事嚟嘅，係啦。咁我而家嘅同事，佢只不過佢嗰陣咧喺我呢一次嘅受傷，因為佢都知道係我幾唔開心，因為呢一次嘅受傷，因為嗰次嘅受傷就令到我冇得跟我第一次隨香港隊出發比賽，係啦。因為嗰次嘅受傷就冇咗我第一次嘅香港隊比賽冇得去喎，咁樣好大打擊。其實都幾大打擊嘅，因為你係一路訓練一路訓練，去到最尾嘅友誼賽咁樣，跟住傷咗冇得去。所以嗰陣佢其實係嚟探我，跟住我就問佢：喂，我想問下份保險係點樣 claim 錢噶？因為我嗰時嗰個 agent 就冇乜點樣去話俾我知點樣搞呢啲 claim 錢啊，睇咩醫生啊等等嗰啲。咁嗰時我就問佢咯，咁嗰時佢就都幾有耐性話俾我知其實係點樣啊，點樣 claim 錢，點樣睇醫生，應該個程序係點。跟住我就有興趣啦，對呢一行，跟住就仲揸住拐杖去考牌。因為那陣真的傷到要揸拐杖，因為係嗰個菠蘿蓋裂咗啊，撞裂咗。咁揸住拐杖考牌，甚至係好似開頭翻公司嘅時候都係揸住拐杖添嘅。係係係啊，咁大致上就係因為咁樣入行，係入行，係啊。輾轉間就做咗八年時間。嗯，咁呢八年咧，其實都即係嗱。我哋阿 Lay 咧，其實一個即係香港嘅女足門神之外咧，亦都咧喺保險界咧，亦都係都係一個女神，係啊女神。咁啊嗱，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即係頭先一路傾，其實我一路都知嘅。不過即係頭先我要俾現場觀眾咧特別知道，其實香港女子足球隊一個星期最少都集訓四晚。即係你喺唔同球隊啦，係咪？咁特別傑志一啲咁大球會咁有系統。一個禮拜冇四碼工作，仲有兩日係比賽。係啦，仲有兩日比賽。哇！然而佢喺2014年、2015年咧，亦都完成咗保險界嘅最高榮譽，其中一個即係我哋銷售人員咧一個好崇高嘅獎項就係 MDRT。係。係啦，咁啊，我同阿 Lay 咧亦都喺。一個即係其實點解我同佢會比較多啲熟咧？就係因為我哋有一次咧去外國嘅 convention 嘅時候咧，就喺美國咁啊，更加認識深啦。啊，原來呢個傻嘅，我原來你第一個對佢嘅感覺就係傻嘅，大家都傻嘅原來同我一樣啊，佢仲約我喺呢個 LA 嘅 Supreme 門口等啦。係啦，我遠處見到佢企喺度擺 pose 啊，啱啱買兩件衫喺入邊。係啊，咁所以即係嗱，講翻你做保險呢個範疇先啦。咁其實咧，係絕對咧，我覺得係叫覺得即係好 crazy 一件事，因為
一個禮拜冇咗四萬，加兩日去 balance 成件事啊！即所以我哋做呢行嘅人咧，唔可以話冇時間，即係連阿佢啊真係冇時間，佢真係可以講冇時間，係啊，係嘛？我哋好多時冇啦，所以嗱，而家即係準備嗱。聽日仲有啲優惠嘅啊！咁聽日有冇時間再踢完聯賽？聽晚截到八點半啊，可以揾阿 Lee 買早啲都得啊！聽日嘅比賽幾點開始？15% discount 記得啊！早錢揾佢 ，OK 啊！我平時我哋 sell 我哋自己嘅，今日 sell 你啊！今日 sell 佢係啦，我哋啲客都可以揾佢買，好唔好？我哋分翻一半 ，OK OK 咁啊嗱。一個禮拜四晚集訓，兩日聯賽，點樣平衡時間？其實我自己嗰個心嘅諗法就係，其實你越忙，你先至越有時間咯。你越忙，你先至越知道自己邊一個時段係有時間。係越忙，你先越知道邊一日你仲可以做嘢。OK， 譬如我嗰時我自己其實都拗曬頭啊，即係我第一年 commit 咗話，我想完成呢個百萬圓桌，即係 MDRT。咁但係又同一年就係我打亞運嘅嗰一年，係啦，第一次去參加仁川亞運2014年。咁嗰陣仲要好多集訓啦，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喂一晚一星期可能練四五日波，跟住再要集訓喎出外，跟住再要飛去仁川18日喎。其實嗰一年咧，我計過，即係我個同事同我計過，應該係有2.5個月嘅時間唔喺香港。係嗰一年係啦，即係得9.5個月嘅時間去完成 MDRT。咁我知道我夜晚冇時間嘅時候咧，係啦，我知夜晚冇時間嘅時候咧，咁我就日頭見客咯，即係安排我的工作，真係可能喺日頭完成，上晝可能即係做啲行政嘅工作，晏晝就出去繼續見客、見客、見客、見客咁樣，係啊。咁所以即係喺自己個時間管理上面咧，係要 pad 得好緊啦，係咪？因為你比賽嗰啲就冇得甩㗎啦，係啊係啊。咁集訓嗰啲亦都冇得甩㗎啦，見客嗰啲又要安排，係都冇得甩嘅啦嗰啲，係啦。咁所以即係喺越忙就應該越有時嘅話，呢個金句王 time management 係要好好啊！我幫你整翻嗰個 poster 咧，呢度即係整翻嗰個改一改佢啊！越忙越有時間，要破住嗰個嘢度。係啊，咁同埋即係個自律咯，即係因為有時就係其實都係將球場上面學到嘅嘢 apply 翻落工作上面咯。係，其實個自律是很重要的，即是你想有什么的 result， 即是好像做 gym 或者跑步那样，哇你真的去跑步打完张卡就回家，其实个 result 大家都会知道，但是或者去到没有跑步就这样打架，但是其实即你越自律其实你的 result 就会出到你 okay， 咁你對於自己個紀律性咧都好高，可唔可以懶啲啊？你好激勵，知唔知？聽人講，可唔可以懶啲？好咁啊嗱，其實即係講足球嗰啲深刻經驗啦。咁啊嗱，又講下即係你保險業嘅即係一啲比較個深刻啲嘅經歷啦，難忘啲嘅經歷，其實就都唔少過喺足球係。因為都不過你話難忘經歷其實同足球都好有關，因為我自己入行嘅目標或者即係個少少目標啦，其實就希望我每見一個客嘅時候都同佢去講一講香港有女子足球多多關注一下，係啦，即係都因為我傳教咁啊嘛，要係傳教，係因為其實8年前真係唔係好多人知道，或者未開始咁多 media 網媒啊，Facebook 嗰時都先至。開始多人用係啦，咁係去到而家哇你一打一講香港女足，基本上都出曬嚟啦咁。冇錯。咁但係嗰時就真係我自己都會有個少少諗法，就即係同大家講香港其實有女子足球。其實我另一個身份就係踢緊女子足球代表隊，有時都會要出去比賽咁。咁有時其實我覺得啲好窩心嘅位置就係我幫到個客去 plan 佢嘅保障之餘咧。佢都有時都會 send 翻 message 嚟話：啊，你比賽要加油啊！呢啲其實咧係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啊，已經係唔係一個淨係客人同 agent 嘅關係咁樣。
咁同埋仁川亞運嗰年，即係頭先話2014年嗰年啦，其實嗰陣係有電視直播嘅，亦都我人生第一次有電視直播啦，當然都緊張啦，因為其實都大概知道個結果會係點樣，唉，咁多親朋戚友睇住添咁啊，咁但係即係完咗比賽之後，我收到個睇翻個即係完咗比賽90分鐘，跟住再加埋之前嘅熱身成個鐘，其實你都冇睇，唔一定唔會睇電話噶。完咗比賽之後，哇！睇個 WhatsApp 200多個 WhatsApp。咁當然有親戚朋友，有其他，但係中間原來唔少係自己嘅客咯。係啊，我頭先有睇直播啊，加油啊！你哋其實已經好努力噶啦。咁哇，呢啲其實係一啲好 warm 嘅位，係啦。咁即係除咗呢一啲，即係我覺得我去幫啲客嘅時候，啲客都冇支持我哋啦，或者知道有女子足球呢樣嘢啦，咁啊，咁同埋都會有時啊 ，claim 到錢幫到去揾一個好嘅醫生。解決到一些哇，原來他腰痛了很久，跟住找到一個好的物理治療師或者醫生幫他解決到這個問題，他那一句的多謝你開心過，即可能給你多少錢你，因為有時這個就是那個工作意義，即有時你可能我當你賣衣服做銷售，其實你可能是沒什麼工作意義，但當然都會有的，即有時可能我幫到人買到一件很想要的衣服，但是做保險就是那個工作意義，還有很多人性化，好多感情喺度，即係我覺得好好啊呢件事。係啊，咁變咗就即係特別，即係可能運動創傷你更加在行。係啊係，因為自己係一個例子，我都知個例子啊。我知個例子，請唔請人啊你？請唔請人啊？我想入職。咁啊嗱，其實即係喺工作意義嗰度咧，咁啊嗱，啲客户咧亦都知道你女子足球隊啦。咁譬如可能即係喺比賽嘅時候，亦都好多打氣。到你去服務客户嘅時候咧，咁你亦都俾到你嘅專業佢啦。咁頭先講啊，就即係做一個 claim 好嘅 claim 咧，就開心過俾多多錢你。咁呢個咧，即係絕對咧，絕對係一步一步啊，係啦，絕對都要即係有應有嘅收入啦。嗱，其實保險業咧係俾到你一個即係好彈性嘅時間啦，咁同埋即係一個相對可能比你即係可能正常寫字樓個收入可能好啲啦咁樣。會唔會繼續將即係可能足球都總會可能有係完係啊，咁啊主要都會喺保險業發展，係冇錯冇錯。將來會唔會壯大自己團隊啊？這個都是自己的希望的，因為其實過往八年裡面都因為其實經常要出外踢波集訓，都不想說recruit了同事回來，未必那麼多時間心機分配到給他們，但現在當自己退役香港隊了，只是踢香港的聯賽球會傑志，希望接下來都開始了自己的 team， 即可以找到啊，原來做事有收入都可以同時間有意義，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嘅，系咁希望可以將呢樣嘢話多啲俾人知，其實有個行業都可以有啲咁嘅嘢咁。所以各位想入保險業嘅朋友咧，可以跟下你啊。一個 MK 呢個東西，但係好順手啊，真係係啊，做慣啊嘛。唔係呢個就係成我啲隊友之間喺度玩嘅一個動作，係啊係啊係。即就係你啦，嗰啲咁樣。係啦，係啊。嗱呢個時間咧，咁啊我哋仲有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哋可以同啲現場觀眾咧，即係玩一下啲少少嘅 game 啦，咁啊會有禮物送出嚟。玩咩 game 啊？我哋報名咯，報名 game。嗱，現場觀眾咧，如果你想抽到阿 Lay 嘅簽名啊，親筆簽名相咧，咁啊呢張哇呢張 J 圖啊！咁咧，我哋咧 L 圖 L 圖啦，我哋叫 Logan Lay 圖 Lay 圖，咁咧就可以喺Facebook 嗰個留言咧報名，就咁打自己個名得啦，打自己名報名，咁咧我就會而家咧有個應間即係多嗱，會有三份啦，咁我哋會即係過曬膠嘅嚇，即係實物就唔係呢張嘅。
十碼咧，而家有我哋兩個乜頭啊？唔係你要我哋兩個乜頭都 OK 嘅。咁啊，好似頭先咁所講啦，如果你要我哋兩個乜頭，我自己私人整一張俾你。不過阿 Lee 嘅 fans 咧就應該唔係好多想見到。啊 ，Chase 報名啦 ，Chase，Chase 好咁啊嗱 ，Chase 亦都係我哋 fans 嘅。Chase 好勁啊！你會見到咧。在上面佢是有个钻石的。是。佢是我們的头号粉丝。我头号粉丝。好像说还有封门楼。好那么那还有哪个报名呢有个紫桥。紫桥。紫桥。好那么我們一路傾住偈一路大家如果想有佢。阿海啊阿海报名。那么阿。钻粉。钻粉。那么阿 Robin 帮我。記一記啲咩？我驚我甩咗嚇。我睇啊，你 mark 啦。好啊，你咪 mark 落去嗰個咩度？冇錯啦，我而家咧一路 mark 緊咧啲名咧俾大家噶啦。可能 mark 嚟 mark 去，就係得呢三個啦。係啦，我自己加個先，我自己想要。好咁啊嗱，有 Chase 啦，有子橋，子橋 ，Alice 係咪識噶？有啲係嘛？仲有。Alice 嚇、啊，見到唔識讀。Chase 啊 ，Winnie 啊 ，Winnie 有 Orange Celia， 有冇俾我睇啊？我唔識讀。開住個 app 咧，我而家係完全打唔到字。係，仲有個啱啱新。係啦，咁而家現場觀眾咧，咁喺度即係等緊咩咧？就係嗱喺度報名咧，係做咩咧？就係攞到阿 Lee 嘅親筆簽名相啦。耶、yeah. ！應間咧，我哋會即係會重新製作啊，重新製作。唔係呢一張，係啦，唔會係呢一張，唔會有我哋。係啦，我哋會重新製作撲球，跟住 time management is the best 咁樣。越忙越有時間。好咁啊嗱，一路即系我尝试下我个脑咧就双重做嘢啦。咁啊嗱，嚟紧咧会即系有咩目标啊？今年你讲足球上，足球上先啦、足球因为嗱甲组咧而家即系听头先讲大约我如果冇记错，大概八队至十队到啦。系系。咁啊一路比赛啦，咁截至亦都系排名即系都前列嘅。系。OK。咁、自己目標係有咩咧？足球上上自己的目標，因為都其實反而同過往嘅目標會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你話今年嘅目標，即係希望其實每一隊球隊開始翻踢波，即係其實事隔咗四個月疫情，反而真係自己有一個好大嘅希望，就係唔希望大家喺球場上受傷。因為其實隔咗四個月冇喐，跟住突然間喐翻，其實。最近都好多客人要 claim 錢，呢個又真係一個事實。所以我自己有一個小小願望，即係希望唔好再有人喺球場上面受傷。係啦，但係你話真係喺翻即係今年聯賽嗰個目標，咁就都希望繼續係名列前茅，都希望。往兩年嘅成績係點樣喺傑志度？哇死啦！都隔咗一段時間。考佢。真的冇夾過㗎，係啦係啦，真的冇夾過啦，咁就係啦係啦，都係即係都係要真係唔記得，真係唔記得咗啦，死啦！希望冇球會嘅人喺度，唔緊要嗱，而家咧我報名先啦，即係講解圍啊，幫你大腳清走，大腳清走啦，龍門最叻嘅大腳清走啊，交俾我。好，而家咧就報名抽呢個簽名相嘅嗱過膠添，我哋今次有成，即係有成本噶，靚嘢嚟嘅，過膠機啊，大佬，有 Chase 啦，有子橋啦，有阿海啦，有Orange Celia 啦，有 Winnie， 有 Eva， 有Edgar 呢個要純音添，有靜靜啊，報曬名噶啦呢度。阿海要有汗味毛衣，好呢、這个我私人我俾你，俾阿尖嗰件你，你要着噶，系啦，咁啊嗱，而家报紧名嘅朋友咧，咁啊嗱，我哋稍后过多几分钟咧，我哋就会抽出咧签名相啊，好，咁啊过多两分钟啦，啊咁啊呢度交翻俾你啦，好，咁啊最后啦。足球嗰度即系想冇人受伤，系啊，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系冇受伤，唔系就要即系好似呢张相咁，嗰个表情都痛苦，都痛苦。呢一刻系受伤
嗰個動作啊，唔係咁啊，未去到。但呢一刻係傷緊咯，即係其實嗰一日其實嗰個膊頭都係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咁啊。怪唔知咁型嗰張相。係，其實都係啊，好鬼痛咁樣。係受傷先咁型嘅啫嘛。係個樣先咁緊張。係。好咁啊，足球就呢個目標啦，即係冇人受傷嚇。好好好大，同大家身體健康都一樣嘅。係新年咁樣，大家新年 party。身體健康係啦，咁保險業咧，保險業工作，其實我自己都希望將自己嘅客人即係可以由而家就暫時係200多個啦，增加到300個啦，係因為希望幫到更加多嘅 family 先至係自己即係入行嗰個嘅目標，係我又唔係話想攞啲咩獎咁，但係我覺得係幫到更加多人先至係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係冇錯，即係呢個都係回歸初心啊，係啊，即係你足球都係有個熱情喺度，但係做保險業咧。同樣阿 Lay 咧都係有熱情喺度啊，所以覺得現場觀眾啊，仲有嘅，聽日仲有個優惠啊，想做阿 Lay 300個客户頭300個，頭300個做埋啊，冇300個可能又有簽名相啊，行醫有冇啊？行醫，最貴嘅波衫，最貴嘅波衫，頭先我問佢有冇波衫，哎呀你唔早講，嗰次清咗啦。真的没有想过会有人想要我們的波衫，你洗了一些就不要了，不是未洗那些就要，還要踢了五場那些，不是原来有些球迷是他们真的喜欢，不是说不洗，而是你真的比赛当日穿那件波衫，但当然我想他应该回到家都应该会洗，但那件波衫是真的经历过那90分钟，咁會係特別好多咯，嗰件事同嗰件未著過牌都未剪嘅波衫係兩件事。真係好忠實喎，你嗰堆 fans。支持者咯，係咯，支持者，冇錯。佢係即係支持足球咯。我想問個問題啫，支持者，你會唔會同啲支持者會個 contact 會越嚟越近咧？其實而家隨住即係 media 嚟講，都會近咗啊！即係有時佢哋比賽前都會話：哦，你今日會嚟啊！會加油啊！哦，會俾啲恭祝嘅説話。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有時因為知道我哋譬如以前啦，即係代表隊嘅波衫未有得咁熱賣嘅話咧，咁有時佢哋會問我哋咯，話。有冇波衫啊？有冇比賽波衫啊？咁樣係啊，咁樣咁，所以以前都會有試過啲 fans 會問，同埋啊，佢又或者有時比完賽都會走埋問我哋啊，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咁樣其實呢啲自己啊心入邊都會好開心，係啦，好窩心嘅位係因為終於有人越嚟越多人留意女子足球啦，咁樣係啊係啊咁樣。做保險會唔會咧？做保險簽完單同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如果你是姓林的是啊，我想我們現在都姓林很厲害好，那麼節目已經接近尾聲了，要抽出所有的朋友已經登記了，那麼我們就已經排了在這裡了，我設定了這個鏡頭 OK 好，那麼我不閒時面給你看，那麼我點播報名 Chase 子喬阿海、Orange Celia、Winnie、Eva、Edgar、正正，好咁啊！仲有系咪 Alice？ 我头先有冇漏咗？望一望先。Alice 好似系有第二个印象，系咪啊？佢话我都有，你都有佢签名啦嘛？好，唔紧要啦，我报埋 Alice 啊。好，准备啦。咁啊，呢度咧就已经由上至下左至右咧排列晒啲名字出嚟啦。咁啊，好，抽出第一位先。我按這裡你怎麼這個是綠色款來的好那麼第一位哦，這個要純印的 Edgar 要純印的要純印的 Edgar 真的要整個純印給他真的寫個純印這兩個字好那麼接著就去到我哋今次有三個名額嘅，咁啊第二位，好咁啊又請阿 Lay 咧幫我哋碌一碌個輪盤啦。會唔會又抽翻阿純印噶？唔會啊！哇吼！哦，第二位係 Alice 啊 ，Alice。好，咁啊支持者啦，我哋仲有一位，第三位。好，
有個廣告，因為呢個唔係購買版，啲免費小本經營我哋。好，第三位請抽出。阿海話要腳印喎，腳印都係我俾你嘅。第三位是靜靜啊，靜靜啊，靜靜。好，咁啊，恭喜曬呢三位啦！咁啊，麻煩你哋咧，即系 inbox 我哋啦，因為咧，我哋稍後咧會聯絡你寄出呢啲簽名相啦。咁啊，想要我哋兩個相，我哋私底下再想要你哋兩個嘅相。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謝阿 Lee 上到嚟，即系做一個有感性分享，系咯，有冇？問不到很深入，不過就起碼再認識多啲佢深啲，係啦，咁啊好開心今天咧，聽咗佢自己由認識足球到真係去即係叫去出去比賽啊等等，咁啊加埋佢另外一邊嘅工作，咁啊記得呢個係保險平台啊。頭先嗰段我好深刻噶，邊段啊？即係佢話救咗臨尾。臨完場前的十二碼救了，跟住之後十二碼再贏埋個後，簡直係超型啊！成件事咁啊，呢個即係我哋可以再睇下 YouTube 重温下啦。有拎睇到噶，好似係有球迷有影到，正喎，係佢自己 upload 係嘛？自己一路揸住，係自己踢緊嘅時候。好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即係女子足球隊啦。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入到場，即係睇電視已經是一個基本支持啦。去 Facebook 即打下啲加油啊，或者去傑志嘅女子嘅 Facebook 嘅 fan page 亦都可以，或者咧同佢哋加油。入到場咧就最緊要啦，可以叫佢添啊！直情係啦，咁啊，聽即係而家開始有比賽啦。咁如果想睇嘅都可以留意咧，去各大嘅即係球。球員球係啊，球場買飛啦嚇，就唔使買飛嘅，哦唔使買飛，暫時 OK 好咁啊嗱，多多留意女子足球隊，香港需要更多香港需要更多龍門。好咁啊，同各位觀眾講拜拜，好拜拜拜拜，邊個 cam 呢個好拜拜，恭喜啊！